哇，你看，现在那边有一群的水牛挡住了路。然后我们下来走，你看有好大一群，这样好像看不太清，这样子看看吧。我们只是在去另外一个点的路上看到的，对，完全是。这边他们最大，对，因为这是他们的家。我跟 Amber 两个现在正在互拍 video。Hello， Hi Amy， Yeah， Hi Amber， 啊，太远。